众您好，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，我是主播陈玉珊。六四天安门事件即将迈入29周年，香港前议员曾建成等人趁这个机会，在香港的铜锣湾时代广场设立了已故的中国民运人士刘晓波的雕像。此外，他们还发起市民签署的运动，要求中国当局来释放刘晓波的遗孀刘霞。戴着招牌眼镜，穿着立领衬衫，即便这座雕像色彩全白，还是不难看出这就是中国已故民运人士刘晓波。这座刘晓波雕像矗立在香港铜锣湾的时代广场，是由香港前议员曾建成等人趁着六四天安门29周年纪念前夕而设置，希望借此纪念刘晓波。刘晓波雕像由20位香港市民共同制作，前后花了2个月的时间完成。曾建成表示，其实半年前就想制作这个雕像，但碍于经费问题一延再延，况且几个臭皮匠根本不曾制作过雕像，光是捕捉刘晓波的神韵就有困难，最后找来精通雕塑的朋友帮忙，才将刘晓波雕像打造得如此传神。此外，曾建成一行人还发起市民签名运动，要求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的遗孀刘霞。不过以后可能不止香港看得到刘晓波雕像，台湾也有机会。定居台湾的中国民运人士乌尔开西也宣布要募款筹建刘晓波雕像，并预计在刘晓波逝世周年当天在台北市民广场举行落成典礼。会选在市民广场建立雕像，乌尔开西指出，因为台北101就在旁边，观光客往来频繁，希望借此宣扬刘晓波追求民主自由，也让世界看到台湾的民主。乌尔开西表示，打造雕像加上落成纪念活动，打算筹募最高新台币600万元。对此，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回应，台湾是自由民主社会，会尊重民间团体自发性的纪念活动。新闻时事报段友如整理报道。